大的看，我觉得正在围住你的巢巢，大根呢？哦，这一根嘛，起码都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也200斤。这个是专门吃绳子的，长得好大。哎呦，哎呦，我到处走的东西好哎呦！哦，上一次我。 在另外一个地方发现了去，还真的稀奇的老街，你通过你要有熟悉的人给我鉴定。这个走路这儿吃胃病，哎呦，今天嘿，这都是35个，有弄多。哦，老街，哎，好些呢，把它整理下来。这个露天嘛的，主要是有路坡路基那肯定深。哦，我团团走，嘿。 就这了，弄矮了一朵。哎呀，嘿嘿，轩爷，轩爷，啥子个人？这啥子？你看，我今天整那个，哎，我找了好多天没找到的东西。啥东西？我那天去，你看露露就问我找了一滴滴来，找了就喊我鉴定。 今天我去看到那里看那个桌子，哎呦我娘，这个是啥子喝的？哎，不喝粥，这个锅里煮醪糟的吃太小。位置，我的胃炎就是。哇，你位置又不舒服吗？哎，别找了，这个狗子的，边上睡得半夜三更就不让安逸。带你去检查嘛，医院头去。这个吃了就对了嘛。还是带你去医院检查弄一弄。这个东西狗子的有点凶。你这个到底是不是自个的东西呢？你还说清楚。 以前你们老姨应该去吃了，你要效果好得很。我的建议还是在医院去看哈。医院，哎，农村那点东西，搞哈吃了，哎，这个不对，再说。朋友们，你们稍微意见呢？欢迎上访给小英子留个言，让我的爸爸看下你们的意见。看嘛，我这个。我不知道老婆听我的。我这个倒了个米了，那小的还长，可在路坡的路基。嗯。这个是个宝贝，又是个，把它整理下来，把它。 帮个忙噻！我是不相信你这个药的。切！你的老姨，你以前你要把给那边周文成老中医，你要是好老朋友，你要跟他说的方法。这个东西，在过些年生。我跟你说，胃里痛的话，好多种原因了，有可能你这个是治胃病的。你是治哪种？胃炎，你要多数人都去吃对，搞好嘛。胃炎的时候。是啊。 起码是半碗的。走了，走不进多少去？行，快点面筋面筋溜。 来，这个东西就做这个醪糟的，太香。这个东西要多做哈，这锅就是这个一锅啊，这锅儿煮的不好要闹人。哎呦！ 哦，那弯到我。那不可以，那不可以。那菌子出来，面积面积的。